设计吗？战术上来说的话，其实我们前半程是就是稳一点，然后就是我们一直滑的都是按我们的战术就是设想的来滑的，就是想站在第三位，然后最后等，因为加拿大和韩国他们两个也肯定都想拿第一嘛，他们两个肯定会超越，超越就会有失误，我们就如果。剩最后一棒两棒，如果我们没在前面的话，就会打他们的失误，然后再去做超越。嗯，因那战术为，安排是非常稳的，等着加拿大跟韩国折腾，他们学门叫折腾，在前面过程当中反超越超越当中，我们再用这颗炮弹，宪哥去推李文龙，把他们全给炸掉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而且文。